痛的嘛。他知道谁撞他吗？我掉了，撞他了，跑掉了。哦，没有，还有在动吗？有，胖哎，胖胖，阿胖哎，还会跳，应该是牙齿好像有掉下来的，那他的这个脚好像是什么？是摩托车撞的吗？轿车，轿车啊。啊，他撞就马上跑了。对。啊，有那边有没有监视器？不知道。很乖哦。哎，因为他很乖，所以我们都会喂他。你们都会喂他啊？嗯。他会不会跑？不会，他很乖。你把那个脚用脚看一下，这到底。胖胖，你看啊，他尿尿都是血呢。他什么时候被撞的？啊！什么时候被撞的啦？早上。早上大概几点？六点多吧。六点多？六七点那边了。爸爸，送去医院喽。好好，动。白血球比较高一点点，正常是到17000，它是19570，快要到20000了。然后肾脏的指数有稍微高，肝的指数又比较高。那有两种可能性，第一个是他的膀胱也目前看起来应该没有破，可是也有可能他车祸，然后撞到膀胱，然后里面出血，所以就血尿出来。那第二个就是他泌尿道的部分可能有一些发炎。然后膀胱也是发炎，所以他也是出来的都是血尿，就这两种可能性比较大，所以我们会帮他先处理第一个，先帮他装导尿管，因为这是会缓解他膀胱发炎的状况。然后第二个就是打针，他骨头没有断哦，骨头目前看都没有断哦，